是韩国空运来台，超级冰凉，超级端，超级弹，完全不限身形穿搭的一件冰凉连身裤，外加它有可爱的口袋。这一件呢，我们因为已经破销千件以上，好几千件，所以呢，有从150公分到170公分，跟 S 号到 XL 到 2XL 的粉丝都有买过，都已经为大家把关过了。这个蓝色穿起来就是有点像牛仔风的感觉，所以我相信这个水蓝色一定也是大家非常能接受的颜色。妞儿身高161公分，现在穿全品的平底鞋，基本上呢落地感还有10公分，所以小个儿粉丝也都 OK。 我觉得这个颜色穿起来就是一位美女很气质的感觉，很多人很害怕这个颜色，想说它会不会离肤色很近啊，它会不会变黑啊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它是非常非常有气质浪漫的感觉，一样全部都是韩国空运来台，冰冰凉凉，然后非常显瘦，宽版有点像裙裙，又有点像酷酷的连身裤，非常非常的精美好穿。绿色也是妞儿自己很大推的，它就是非常的清新亮眼，夏天非常好搭衣服鞋子的颜色，一样哦，没有走光透光的问题。灰色的部分呢，它是偏白亮的，所以如果你喜欢深色但又不喜欢黑色那么重那么热的粉丝，你可以来选购这样子的一个灰色哦。黑色是最好搭配鞋子啊衣服，也是最瘦的一个颜色哦。那黑色因为这块布料它本身是冰冰凉凉的，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它怎么样，它就是会显热，完全不会。这个比较偏军绿，饱和的绿，这个比较偏草绿，夏天的绿，所以呢两者都很好看，你自己斟酌。这是我们原本一直在线的浅灰，然后深灰黑，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这种有质感的颜色，我觉得也很 OK 哦。如果你现在问我全色九色哪一个颜色最白，我现在告诉你深蓝色就是最白最瘦的。如果你不喜欢黑色那么样的深的话，你就可以来这种亮色系的浅色哦。好，那踩高鞋都可以，我里面其实也是搭配深蓝色的这个背心，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协调。